六月四千关注民生，广大朋友们就好，我系小团今日时线，今日是11月11号，农历9月26。根据其主办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消息，该中心将业务系统与华山市平台对接，实行高频提出的业务，满足数量便利。目前长期主办公积金缴存浙江到登录梅城主办公积金小亭署或梅城华山市平台后，按提示进行数量识别身份，填写申请资料、扫描账单等操作。购买主办提出，先向购办贷款本息提出。租金主办提出、离脱休提出、终止劳动关系提出等高频提出类业务，即可到网上申请办理。可能再来同今日个掌握。咱们临时在逆直道的商集，曼谷繁华在如约日子，这不但是消费者独手的日子，更是电商经验贡献立地的大奖。记者了解到，为应对曼谷高峰，或许不少建业商家拢全力充电应奖，立即到这条电商新红灯，本地直播间让销售额再创新高。尽管疫情后双十一启动二手，消费者拉开了独手狂潮的序幕，商家也力拼网买，再激力奖。这个卖潮汕回温烟的电商公司，王刚就提早进入状态。伴随着秋霜到江波上再轰夺命的飞舞，直堂堂电商快车把刷饼销往菜街网红。那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安排厂家在开始生产，并且由于我们是一个冷冻的产品，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三个分仓把货分别运出去，来应对这一次的一个发货的情况。另外我们其实也是提前了一个月就开始在做各种氛围的一个设计，就是包括我们的店铺呀，还有那个详情页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是配合到了直播还有短视频。记者了解到，甲往年唔同，今年嘅双十一活动预约早，时间长，消费者可以分两波购买。十一月一号到三号是同一波，十一月十一号开启第二波。此次两会又被网友戏称为从光棍节变成了双十一。消费者多了购买时间，商家有更多嘅营销及营业时间。双十一对我们商家来说，就是像一个年度考试一样，每天处于非常紧张还有像打仗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情况呢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到大半月。就是那我们在第一波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发出了大概40000多个包裹了。那我们这一次大考呢，就是希望能比上一年增长35%的业绩。这个比将促销大奖的还有这个专业匠心器材的电商公司，公司都被打磨了各种封奖双十一的票据，充满浓浓的电商在氛围。小腾是公司的这个员工，为了迎奖双十一，伊早咩高咩不易。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的话，肯定是心情会比较激动一点，而且也比较兴奋，因为做了一整年的话，就是为了今天为主来冲刺这个销量，所以说的话，我们今天也是很多小伙伴在这边，从昨天早上一直在公司加班啊，冲刺啊，包括说昨天晚上到现在也是通宵在做的。公司的产品客单价比较高，所以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做到有几百单到快要将近1000单这样子的业绩，算是比平时要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这样子一个。然后的话呢，为了调动员工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我们也组织了员工一起布置了大促的公司环境氛围。然后的话呢，我们很多员工他们也主动留下来加班加点，公司也准备了充足的能量补给给予员工。为了好耍着小秋想给龙毛做给帮大交，推出了这个前2小时5折的活动，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订单与流量。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在直播上也推出了关注主播可以享抽免单这样的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相见，目前相见回答到将在不送。然后今年因为公司的话呢，也不断的拓展新的渠道，像我们今年也拓展了成为京东京造供应商的这个渠道链，所以的话呢，整体业绩从一号截止到现在是比去年增长了接近1倍以上。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目前
社区团购市场被踢倒的结果，成为全民创业的热点之一。三十日公布狂欢节一到，社区团购，特别是青青团购，也成了一大亮点。在我调库金州店速龙经营专业合作社的杯直片黄芒，现在都买了白香果、麦芽、金蕉、油甘等多种时令水果。十外个工作人员紧张分改拍包快递，确保货物到三十日末了高峰期间加销流转。据介绍，今日十一月早，白香果等水果都猛顶的销售回报。从十一月份起来的话，基本上每天出就是出3000到10000斤，就是这个量。十几个工人利用闲暇的时间呢，就过来这边帮忙分拣包装，然后我们就直接从这边拉到市区那边去各个点去派送。今年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成好几倍的一个增长。三十日是一场无效应的上涨，订单材料白香果园台北工人当然非常不爱。金门市的果实红衣把满，跨满枝头，非常有能。在这个销量差不多是就能有6-7斤，6-7斤左右。大小姐，那我点。6-7斤程度，唔好啊，啲唔好销啊，整啲好事啊。如今三十日经济进入白热化，菜市商家就做你们这边独威呢？各农村电商达人邓一鹏介绍，去年社区团购都经历了野蛮生长之后，直到对接行动。在今年年初发生的目前，又将社区团购定划新生。社区组团低价拼单，菜市无接触配送等，社区团购的特色，开发了目前隔年期间的消费需求，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由于营业模式更大，可以规模恢复时，再加上市场红利贵，获客成本低，社区团购收获了流量，也获得了青睐，开始到全国范围蓬勃发展。经销到网顶点水果，也是经方便用手机点就方便，因为点了伊解释就免上到热点热点嘛，我就家己过来去嘛，就非常方便，那个非常那省钱也蛮很快速，在网络也快。买六了快送，在一个市区会有一个点，然后他们帮我们宣传，我们就把货直接送到这个提货点这里来，然后周边的居民呢就到这个点这边过来自提，就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我们配送到每家每户去的一个配送压力，然后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团购点的话带来一个收入。邓一鹏答，社区团购虽然是这个新模式，但发展在更广阔，对于餐饮商家来说，其回报模式可将提速一段时间。因此，到召集部门的呼帖，邓一鹏已经到今早建设一个规模更大的车次水果分改中心，而该年代再可以投入使用，并或将扩大水果正式基地，希望多年等地更多果农直起创业底部。接下来会作为我的一个分拣中心大楼，就到时候我周边整个金州镇的周边的所有水果都会收集到这边来做一个分拣加工，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近日，阿里研究院头部村发展两面、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20中国头部村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出现5725个头部村，其中山头有头部镇23个，头部村126个，位居全国14位。31个到来，让这座头部村复兴了起来，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也被点燃。是二次密不可分的邮政快递行业也进入了一年当最忙碌的时期。甲往年相比，今年的三十一购买时间跨度更长，快递业务量也从上个月就开始大幅增加。明早记者到汕头顺丰公司零欧东厂调查到，火计顶杯端满了包裹，甲快递人员已经进入忙碌的工作状态。快递员吴志明负责的是邓楚合仓库。今日十二月以来，伊从明早7点外就开始骑车到这座城市当窗家，把包裹一一送到消费者的手当。哎，你好，顺丰快递的，你的快递到了。辛苦，非常感谢小弟，还没开播就打电话给我，是送货到家了，非常感谢。派往一车快件之后，吴志明又翻过东窗镜，接下一趟包裹车，然后继续派件。伊达今年30日提早回报，平时每日会派送80到100件包裹，在这段时间销量已经翻倍。
双十一期间，我们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比往常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公司帮忙卸货，随后就会奔赴大街小巷开始去碰件。我们出去大概在路上就10个小时左右，然后大概会分拣到200多个地点左右。据了解，今年31的营业销和往年不同，拉长了消费周期，这也避免了快递同样保证，减轻了部分派送业务。但即使如此，各快递行业也不敢怠慢。沙头顺丰公司就提早到收件、运输、处理、投递等环节做了部署，并利用大小格分拣成本新技术提供投递效率。我们顺丰大数据早已应用于物流领域的各种场景，例如帮助快递小哥输出最优运送路线、为网点规划等环节提供了精准优质的数据算法支持。另外，公司已提前准备了大量的人员分批次到各网点支援，同时公司采用全局可视化运营监控，根据2020年天猫促销新规则，结合客户摸底及业务预测，今年31业务量同比预计增长50%左右。据统计，今年31期间，华企邮政快递业更有万贯名从业人员到一线工作，快递揽收及投递的空档将出现到11号到14号。为此，企邮政管理局也提出动员部署，组织企业做好网络储备。同时，联合创企委、企总工会，走访各家邮政快递企业，详细了解31备战情况，并推募我们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进入31后，我们的工作更加忙碌，有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慰问，我们会更加的有动力，更快速更安全的把快递交到客户手里。今日视线由黄老爷酒业独家冠名播出。黄老爷无子眼宗酒，古方传承，本草入躯，真材实料，健康有道，好江好水出好酒，黄老爷酒业，金沙东路新光华庭专卖店诚邀莅临品鉴。Ready Go， 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人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人不老。喝天草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潜力东海岸名门新商圈，天河名门豪庭，建筑面积约43至160平，滨海现铺，11月15日现铺发售，交5万抵10万 ，VIP 认筹火热进行中，89995888，合群地产。全家人的衣柜尽在宝来杰。十斤青叶，四次焙火，历时1年，制得1斤大红袍。何得元朝式大红袍，茶顺人情厚。咱大港股票台北有作交，有了革命微博台北名欢乐。多个病症可心加猛的，今年指数诺百倍。我去南下扫登记，请各位银行、派出所、服务厅、快递推掉。我三是双头血部共生活也好猛定掉。革命微博为健康，及时参保汤平安。来关注道路建设方面的消息。两至山雕及山池对至区域内多条高速公路及各省道的雕山环线高速公路，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修补的冲程阶段，预计今年都会强行通车。
其中汕头段已经累计完成96%的投资额，完成投资超过100亿元。潮汕黄汕高速公路含潮汕梁陆线是江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主骨架网当的加密线，是潮汕三市江汕公路网规划当的重要黄线。长长182公里，行目起经由空港经济区，对至新海、山坎、永旺、山坑等高速公路，并创两多条国道、省道，形成多方高速网络及两至港口、机场、高铁站的 Y 二轻快速通道。近日，记者从金平区塘内街道的塘内消费站进入潮汕黄汕，后面高达金潮大桥，也就是永江直大桥。南天白云下，绿车道的桥面宽阔平整，大桥犹如回屋的墙梁，像养出养新。现在这个桥的名字的话，已经定为就是金潮大桥。目前主要在做的一些工作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前期塔身施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钢箱梁的防腐涂装这一块，第三个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主塔的涂装，确保年底通车的最后三个关键节点。据了解，潮汕黄汕高速公路含潮汕梁陆线将设置一个主线收费站及北一个匝道收费站。其中，汕头段设六个出入口，位于天海区龙都店、金平区塘内街道、潮阳区西路店、河开店、金浦街道以及潮南区泽都店。经过金潮大桥继续往南，就来到生产枢纽胡同。生产枢纽胡同是一个巨大的 Y 二轻结构，往西北方向可以再往潮阳区西路店、金州店及永旺高速相连接，往南相继及山坎高速以及沙二市国道相接，随后再经过多座梁塑高架桥跨往两江，最终直接沈海高速这道段。目前潮汕黄汕创汕列车路拓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潮汕环线这个沥青不是进入收尾阶段，总量72万吨的沥青混凝土现在只剩余9万吨，现在每天以6000到7000吨的这个铺试任务，在11月底可以全部铺试完毕，为这个12月的潮汕环线通车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潮汕黄汕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优化活动地区高速公路网布局，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及沙雕及集体会发展，推动活动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尾本人麦报道了，停海区洪祥街道八头直条无名路，近日就来晴天热闹积水的情况，引起当地街道的重视。再话，当地街道出动了专业清水吸污车，对积水路段的下水道予以清通。这条无名路暗号介于八头头洪甲土地内社区之间，因为下水道堵塞，路面在熬着落雨就出现积水，而且情况日趋严重。这个日虽然无落雨，也出现积水。经常是积水，了到下水道堵塞。我希望呢，有关部门的同事这个事。这些情况经过冯兰麦报道后，引起了洪祥街道的高度重视。经现场勘测，刚才我发现是附近应该浙江地的监督沙石，无加维护沙落下水道。我们过来现场个勘测，发现到应该有可能重蹈的情况，就是到底头做一个监督工地，伊可能是做泥沙。家老家对这个水道落去，然后导致水道堵塞。清明原因之后，当地街道立即组织人力机械对水道进行清通。车了就要专业的清通水道的车，过来对这些路堵塞路段来去水道进行清通，咱咪来解决这个积水方便周边的工程出镜。清通几天等清通难忘发现。之前路段下水道被大量的沙石堵塞，为此当地街道相关部门对附近应该正未加维护导致沙石沙落下水道的工地予以查封，并责令其清理应该沙石等建材。同时，还要求对工地加以维护，直至正规完成再行改封。
即起下水道堵塞事件也提醒甲监督工地务必加强维护，防止沙石、泥土甲其他杂物散落甲堵塞下水道，确保道路排水畅通。乐有著古堡运动了，乐确实点爱著工作，生活充满活彩，但运动随时可以开始。读书在行，知书在起，向咱组织动起来吧！喜迎阿车会，今日时段更即将推出新专栏《动起来》，甲你组织感受体育的激情。逢双十一购物节，再次提醒广大电子商务经营者，务必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诚信经营，优化消费环境，共建和谐良好的网络市场交易秩序。对于广大消费者，切勿冲动消费，一定要理性消费。另外，消费者还要慎重选择网购平台，购买商品要仔细，购物优惠要看清，选择支付方式要清醒。快递环节要重视，保留证据要留心，维护权益要及时，若发生纠纷请及时通过12345或12315投诉举报，渠道维权。 Ready Go！ 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人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人不老。喝天草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亮亮堂堂整村庄，干干净净迎小康。南北极为地球南北两端有样之新比，是好多人拢希望了解的地方。近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林华教授就走进土坡洞穴，带大学们做一去奇妙的冰锁世界，漫游南北极。78岁的李林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极地科学家，以前8次去青藏高原。5次赴南极，3次去北极地区考察，这类了极其丰富的地质科学研究资料。只做开讲，李教授从伊几十年的开口经历拍起，围绕南北极到底个如何去南北极、南北极升温等问题，真正感慨。最近多少年来，北极里边的温度也是升高的，跟全球的温度升高是一样的。北极呢，海冰减少，冰盖融化，温度升高，等等等等，很多。南极可不一样，南极温度升高主要是在南极半岛，南极大陆的主体温度有些地方没有升高。假如你说全球变暖，温室效应，那应该南北极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南北极不一样呢？那就跟南北极的海陆分布、环境、自然条件各方面都有关系。刚坐正，李教授还甲大学们分享了开口过厅当发生的趣事，例如企鹅爸爸到小企鹅成长当的耐心付出，北极星原本的外表的岩层的刻是基地甲灵活，还有南北极的植物如何满足生活垃圾怎哩处理，如何应对考察当的危险等。拢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我本不知道有那么多种类的企鹅，而且还都很可爱。还有那些海豹啊、北极熊啊等等，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我们的了解就只是课本上的知识，就它是我们地球的两极，然后这样子
通过了这一节课，我们也更多的了解到了上面的动物，也更多了解到我们国家在南北极的建设。遇到互动黄泽丹，但下们踊跃提问，李家小即一届一届耐心作答。人造的光源能不能出现极光，类似于极光的现象？那是人造光源，假如是说那是极光跟这个原理相称的，那这个日光针就是。老科学家为科学事业不断奋斗，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以及伊人的家国情怀，拢深深感染了大学们，也激发了伊人对科学界浓厚兴趣。科学普及啊，科学吧，不光是要教授一些知识点，知识点这些对吧？知识点很重要，对吧？能够增加他们知识。但是更重要的，通过这些知识点，能够使他们同学们能够知道，从小应该养成一个科学思维的习惯，是吧？因为只有这样，通过科学思维，通过科学的思想方法，能够这个对他们来讲是终身受用的。陆教授啊，除了讲授这些知识之外，其实就是讲出他的经历，来表达对待这种家国的情怀。我刚才才感受到这一点，其实孩子就需要这种熏陶，他需要这种教育，所以也是这次一个很难得的爱国教育。如果有地址学校本学生的框让他们来做校长，那校园会变成什么样呢？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中学就出现了一批学生校长，他们顺路加设校园，好好旁听行政会观摩班会决定，登上了值日校长。原来正王一届校举办一项学区闯关活动，学生完成任课老师布置的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印象，甚至得到不单的奖励。其中一等奖需要接在高高十来奖，奖励内容可以是体验做值日校长，或者是名诺区责任的词。学生会积极参与闯关活动，最终有43名学生获得了体验值日校长的奖励。奖励学生做值日校长，只个做法好神奇。当校长唔但可以激发学生嘅荣誉感，也是让学生参与到学校嘅管理，促进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嘅一个途径。但只能探索，也不只是让学生过把瘾。据了解，接触小校长嘅职责，包括跟随校长巡视校园环境、校门口嘅交通秩序、班级成绩嘅情况，以及巡视学堂嘅安全文明等。伊能话可以走进校长室，了解校长嘅职责及使命，零距离跟校长面对面沟通，交流学校发展嘅建设性建议，体验一把校长嘅责任。把当值日校长作为奖励，这是对传统奖励嘅创新。此外，学校对学生嘅奖励主要是通过表扬、发奖状，或者是到升旗仪式上讲话等，设立各行政岗位嘅助理岗位，如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助理、校坑主任助理等，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接受奖励，由边提高激励学生的责任，但是缺乏学校的特色。当值日校长的奖励，这对老家回来的无疑是比较刺激的，当然也好骄傲。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直接都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及品格体系改革，包括多增加学区教育师，更加强调学生的学区素养。让学生做值日校长，可以让伊人增强校园主人翁意识，提升综合素质。招生嘅校长不妨多拉一声。好，今日嘅节目就到这个，多谢你嘅收听，妈咪嘅难得时间，能再会。